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韩国指示戒花园系列折纸里面的一款蝴蝶，这是说明书，这是贴纸，取出一张纸，两角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角对折，展开，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上下边折向中间的折痕。左右两个边折向中间的折痕，旋转一下，稍微撑开，把这个角拉出来压好。这一侧也一样，把这个角拉出来压好。下面也一样，上面的一半折到后面，两个角折下来，这个小角往里折一点儿。这一侧也一样，把它对折。这个翅膀斜着往上折，另一侧也一样，展开。这样一款蝴蝶就完成了。关注折纸王子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